今天呢是进入三级警戒的第24天了，因为都是自己煮，所以每一周会外出一天采购物资。但是4个星期下来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想念外面的食物，所以呢，今天就决定要来吃炸鸡，然后顺便学人家拍个吃播，但是应该是没有人要看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点餐吧。算了一下，觉得双人套餐应该比较划算。然后口味想要吃顶级洋酿、招牌洋酿酱、成语韩式特调白酱，多层次的口感，绝对不能错过的经典美味。为什么收不到验证吗？好了。我们现在就等待炸鸡来吧。여러분치킨왔어안녕하세요各位，치킨来了，现在呢要带大家一秒到韩国。哇哦맛있겠다짠 우우太开心了우 因为没有小碗，就用小碟子，会不会太多水啊？他摩给斯米达，我要开动喽！我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碗。老婆，老婆，哇哦！苹果苏打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要靠近，但没办法撕裂耶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先吃，直接吃一块。너무 맛있어 어우 回味四周的美食 look at this 虽然温温的，可是还是很好吃，它的皮不像肯德基那种超脆的，但是也不是薄的那种，然后肉很嫩，哇哦，哇哦，再吃一个，都不给 ，Look at this， 哦，有点硬，有点有嚼劲，可是是那个辣味没错，来试试看一个萝卜。萝卜也很好吃耶，很脆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太好吃了。
果然，美食不会背叛我，永远都这么好吃。Look at this！这个年糕有辣舌头哎，不是很辣，但是有辣舌头。来吃薯条，薯条蛮多的耶。果然软掉了，但还是不错，马铃薯的味道。我已经不太记得这是什么酱了。其实我本来蛮想要点青葱的，那个青葱看起来很嫩，很好吃。感觉吃美食的时候，我已经将这个世界置身于世外了。有个朋友传了一个限动说，什么都好吃的人是很幸福的，就是我。今天过完就连假了耶，大家连假都会在家对吧？不能回家一定很难过的啊。可是有更多人更久没有回家过吧，然后觉得很想出去，就会想说我只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就好了，当一坨会呼吸的肉，大家就会称赞你做得很棒了。这样子想就会觉得哇，能待在家里就很好了。感觉薯条会剩呢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的皮都还在耶，是故意的还是没削干净？如果不要吃太饱的话，感觉可以分三餐呢。要不要分三餐？这样子成本比较低。分三餐会不会放太久啊？好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分三餐，应该可以吧？但是这个皮好像会软掉耶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还是每天都要补充蛋白质。我发现我自己煮的话，比较不会买肉，有点麻烦。我就是喜欢负责吃，我还是先把它装起来好了。哈哈，明天配着别的东西一起吃。酱最后一个，我吃完这个就要收摊了。只要好吃的话，都是零卡路里哦，大家。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家防疫都变胖了？因为很多人都会叫外送，外送的意思就是好吃啊，外面的食物就是好吃。多么讨厌自己的厨艺！没有，其实我做的也没有很难吃，就是。有没有听到？今天早餐店少给了我一个荷包蛋，多收了我10块，但是我就想着要吃炸鸡，所以就原谅他了。好了，我要收摊了，谢谢成全我今天这一餐的所有人们，拜拜。